同学们，小年夜快乐！大西瓜所有老师和我们所有同事在这里呢，给大家先拜一个早年。既然在这里是要拜早年，那就一定有礼物要送给大家。本期册大西瓜独家帮各位同学公开一题考场 SST 原因音频，与此同时呢，再帮各位同学公开一题 Retail Lecture 考试原因音频。那你想知道他们都是什么吗？你想用稳到不要不要的 PT 现在阶段的整体预测来帮你在最短时间之内拿下 PT 目标分吗？还等什么呢？还不赶紧看起来吧！因为预测文本篇幅有限，所以如果各位同学发现在预测当中你只看到了某一个题目的代号，并没有找到对应的原文或者答案的话，那么各位同学就可以你在预测当中看到的题目代号，在我们每月更新的高频合集易筋经当中，或者是我们最新升级的基金十三当中找到对应的原文以及答案咯。温馨提示二，因为 PT 这个考试是全球统一题库的，所以无论接下来各位同学在世界上任何的地方参加 PT 考试， PT 大西瓜每周真题预测都是适用于你的哦。想用市面上题量最小却最精准的 PT 真题预测帮助你快速拿到 PT 目标分吗？那你还在等什么呢？赶紧看好本期预测的更新吧。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PT 大西瓜的杰克老师，欢迎各位同学收看 PT 大西瓜独家全球线上线下 PT 真题预测。那么本期真题预测所覆盖的范围呢，是2022年的1月26日至2022年的2月1日。所以如果视频前面的你在接下来的这一周之内，或者未来非常近的一个月之内要去参加 PT 考试的话，那这一份地表最强帮你删除那些不计分 C 定题的真题预测就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看起来咯。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到各位同学最关心的本期预测更新的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告诉各位同学第一个好消息啊， PT 考试当中 Write-From Dictation 呢已经进入到了 99.99% 的这样的一个稳定度了。 OK， 那么本期预测呢没有任何新题的添加，也没有任何新题的这一个升评，更重要的是我们上周的那些疑似句呢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正式转为我们的积分句，所以就目前来说呢，我们现在阶段预测当中一共是新题记加油包以及我们的 C 定准证这两个部分加起来158句，这两个部分现在可以保证100%的命中哦。所以各位同学一定要认真把他们在预测文本当中看下来。 OK， 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 SST 的部分呢， SST 部分呢要告诉各位同学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呢，就是本期预测依旧没有任何新题的添加，咱们的这个题库呢是非常非常稳定的。与此同时，咱们的第二个好消息就是本期大西瓜呢帮各位同学找到了一题考场的原因音频。那么这一题有了之后呢，相信各位同学在准备这一道 SST 的时候是关于咱们的这个 Hospital Design 的，那各位同学接下来就一定可以更上一层楼，因为毕竟我们可以先听一听了，对吧？OK， 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 Summarize Written Text 这个部分。本期预测呢在 SBOT 的部分呢没有任何新题的添加，题目依旧相对来说是十分稳定的。所以各位同学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第一要把我们上两周加进来的独家的那些有考上原文的文章好好看起来，与此同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阶段呢还是会出现比较明显一点的考察的过程当中遇到那些没有原文的题目，所以各位同学也一定要把我们预测里面那些没有原文的 SBOT 好好看起来咯。 OK， 那么再往下走呢，就是咱们的这一个 Essay 的部分呢， Essay 部分呢题库依旧非常的稳定，目前阶段呢一共就只有30个题目。 OK， 那还是好好的把它们准备好吧。 OK， 好，那么再往下走呢进入到了咱们的口语部分。口语部分呢经历了前段时间 read aloud 几乎每周都有在添加的这样情况之后呢，本期预测没有任何新题的添加，相对来说呢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阶段。那么再往下走呢是我们口语当中的 retail lecture。 retail lecture 这个部分呢题库依旧是非常非常稳定的，但是在本期预测当中呢我们帮各位同学又找到了一题是考场当中的原因音频材料，而这个原因音频呢是这个老师自己在这个考试当中考到确认的一模一样的。所以如果各位同学也想听到这一道 Retail Lecture 的原音频的话，那第一时间去到咱们大西瓜练习官网吧。 OK， 在练习官网里面就可以找到这一道题的音频材料了。 OK， 好，那么再往下走呢是咱们的 Answer Short Question 的部分。在 Answer Short Question 部分呢，本期预测帮各位同学新增了两个题目。 OK， 虽然这两个题目的难度系数都不是很大，但是还是希望各位同学认认真真的把这两个题目好好的看起来。 OK， 那么再往下走呢就是我们的阅读完形填空的部分。那么本期预测呢在我们下拉选择类，也就是会给我们的阅读和给我们的写作同时贡献分数的这个完形填空里面呢，帮各位同学新增了一道题目。与此同时呢，咱们大西瓜也在我们的练习官网上制作出来了这道题在考试当中的仿真情况，所以各位同学如果想要强化这道题目，如果想要提前练习这道题目的话，还是那句话，下载好咱们的真题预测之后就去到我们的练习官网吧。 OK， 好，那么以上部分呢就是本期预测的全部更新了。所以各位会发现啊，在现阶段呢在我们题库已经非常非常稳定的情况之下，又有更多的原题的考场文本考场音频被我们找到之后， PT 考试自然而然难度系数就又下降了一个档次，对不对？所以也希望
各位同学利用咱们这一份地表最强的整体预测，结合到我们现在非常非常喜庆的日子，让各位同学在这段时间之内拿下你们的 PT 目标分吧。 OK， 那么我们就下期整体预测再见咯，同学们拜拜。